再来把镜头转来去河美，来看河美西子会家彰化县后壁指挥部做会合作，伫咧河美警分局举办关怀活动，号召乡亲哦踊跃关怀来做爱心。受到疫情和寒冬的影响，去年年前会考容易欠会，河美西子会特别甲彰化县后壁指挥部联手伫河美警分局办理关怀活动，吸引真侪来乡亲伫现场排队。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所以这也是我们年度的工作计划了。那因为捐血的话，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对身体也有帮助，益己又利己又利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总共有准备了很精美的赠品，每件250cc， 我们就赠送一袋5公斤的米。还有爆米箱，以及还有口罩，还有都洗衣球啦。这次我们有现金，因为年关将近，我们大家都有个红包，大吉大利哈，让家都能够温暖的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农历年。我有固定在捐血，然后难得和美狮子会有办这个活动，今天人很踊跃。然后虽然很冷，可是我们都是很热血的。卓西生会长指出，今仔天气又开始反寒，原本烦恼敢会影响到大家出门关怀意愿，但是看到现场这么侪乡亲用热情来支持公益活动，会真感动。另外，河美警分局的志工也伫现场夜排宣导居家外出巡逻服务定禁令，让民众会当安心过年。多种华新闻也丰富，河美彩虹报道。